钟的样子哈。那他我讲第一题答对了3:49，第二题是他说140元，然后他回答上课时不可以睡觉，是吗？不，不是哦，都是吧？虽然觉得都可是帮很大。那不是上课时不能睡觉、啊。3:45，错，3:49才对。谁的？他们选吧。秘密人的。第一题他刚他一号讲跟佩瑜一样，然后老师转了140圈还是没有选。可是他知道为什么哎、欸。好吧，他知道为什么就。